下嘴唇的线不要超过中横线，啊，这就可以了，这就可以了，啊。紧接着，啊，蘸一点墨，笔尖墨要浓，啊，把它的
适当的来点墨也可以啊。看好了位置啊，看好了位置啊。一笔啊，再沾点儿，是吧？笔尖重点儿，有点短，长点啊！哎，这样就够大了啊！干了以后再画上斑啊。那么身子开始染色了啊。笔尖要重啊，笔尖花青要重。最后它基本也干了就快啊，笔呢要泼着走啊，侧锋啊，从笔尖朝上，三两笔就可以啊。扫一下啊，有点高光也可更漂亮啊。哎，这样就行了啊，这就出了点了，出了点了就。这样吧，对。好。把笔投干净，或者再用一支干净笔也可以啊。也不用的话，就投干净它，啊，调太白，啊，用一点太白，在他前胸处，啊，在他的前胸处。添一点什么颜色？光白的这块，少蘸一点啊，花青，让它像鸭蛋清色，笔尖重啊，笔尖重，然后扫它一笔就行，这样不要动它啊。这个色儿和它有点顺哈、啊，调个再换个色儿，好像是浅啊，我蘸了点什么？蘸了点朱砂，
白的调点朱砂啊，我换个色给它。这个色行，随时可以调啊，你让它有一个明快啊就行啊。这样，爪子，饮用朱砂啊，和嘴基本是一个颜色，这个颜色啊。尾部根部这块，适当的搞那个毛笔扫它一下也可以啊，扫它一下也可脑门这块墨一定要浓啊，要浓，逐渐的浅下来。这时候调太白，再加点太白啊。把它的斑纹画上。笔要干，错开画啊，不能让它别整多了，整多了就乱了啊，就怕画不均匀，就画乱了。弧形的往外走啊。尾巴，尾巴这块也是啊。往上提。
太干了哈。完了，用墨把笔捏扁啊。啊，画的不太均匀的地方啊，给它遮一遮吧。啊，这样就可以了啊，这样就可以了啊，这是一只，再画一只，啊，再画一只。整个的画的过程，我就画的慢一点，大家看看怎么 能看到哈。画鸟的眼睛时候，墨要浓啊，不能太湿了啊，太湿了，阴了就不好办了。另外的宣纸，生宣纸不能太薄啊，稍稍厚一点最好。第二支。嘴巴稍稍往下一点。下点就行啊，让它两个角度有变化，也长了吧这啊，这样，在他的眼眶啊，用浓墨给他扫啊。看侧锋啊，侧锋那么扫，
高光留子啊，眼球是留子。翅膀侧面的啊，哎呀，往上提两笔就行了啊，提两笔就行了。翅膀画一半，因为它有，它这个趴在树上啊，趴在树上啊。哎，把它的身子圈一下啊，圈一下。这个地方照样可能啊，上那个古兰吧。古兰加花青啊，笔尖重，提上去，啊，提上去。把前胸稍稍啊，稍稍啊，啊，做点颜色啊，和这个颜色很近似的。别再混了啊！两笔，闭合着嘴，融了啊，给它让出来。一个侧身的，一个回头的啊，两只鸟一定画的样子有区别啊，样子有区别啊。尾巴先不能画，等它画的枝干以后才能画啊。点半点啊。
一下这就行了啊。后边这那会儿眼睛，我再给它整一整一点儿，大了这块啊。不合适的地方给它修一下，可以了啊。这块要阴，我这边翅膀那上面的花短了，有点短，你看这阴下来，一会儿我再处理它。处理吧，完了勾几个枝干，先让它有地方落下啊。这个主要挡上了，看不见它啊。干了，我再处理这块吧。
干瘪啊，把它那个树皮的那个这地方不宜过重，因为有鸟在旁边，墨不要太重啊，一定把上面这个白点给留出来啊。天有地主啊，先不管他了啊，先搁这儿。这边枝干先出来是吧？这边枝干先出来。尾巴在后边儿，是吧？尾巴在后边儿，这块呢，浅一点儿。可以这么画也行啊。一定要浅它啊！叶子行了啊，好了，这两个鸟，鸡巴哈哈也没有了，又一反一正，这块要处理，这块阴了已经，已经阴了，先不管它了啊。这块儿，说的那块儿好了，先不管它了。鸟基本就那么地了啊，下面开始画竹竿、枝干，条幅也好，是斗方也好啊，还是中堂也好啊，大家记住了构图的一个基本原则啊，采取之字构图、S 构图、C 字构图啊、对角构图都可以，不能直上直下的啊。我现在。这边要画叶子和柿子，这边要画叶子和柿子，把这个两边这个鸟空出来，然后呢甩到
右下角啊，是这么个构图方法啊。你不能啊一顺水的全在一面啊，全在一面，这边留着整个都是垂直的白，那边占的画面很满，不好看啊，不好看。下面往上串串啊，上边我先不动，先画下边。这就和画梅花枝干差不多呀，啊，也要有飞白啊，也有干笔啊，有浓墨，有淡墨啊，你看，顿挫啊。大胆的走啊，不能拘泥。一会儿再吹一下子，是吧？留个八节，拿下来。这边我空一块儿，穿过来也行。啊，这块空的画柿子、画叶子都可以啊。根儿这块也得有圆角啊，不能让它太锋了。太锋利的不行，有力度，有力度。看着没，粗干就这么纯啊，让它有一个什么，有一个不断的渐变的过程啊，就可以了啊。
这边处理一下，这边太光。哎，这么在那好看了，是吧？一会儿他有点掐腰就。差不多了啊，底下不能画太多，一会儿它画叶子啊。这个枝干甩到这儿就可以了，是吧？然后看看整点树枝，交叉，交叉。随时可以添枝啊，地方先留出来，啊，留出来。画枝干，记住了，一定要有粗的，有细的啊，不能一边粗，一边粗就不好看了啊。这边我还得勾一下。你看，整个的枝干是往这边倾斜，大部分留白留在这块，啊，留到这块，这样曲线那么走，啊，大体先看一看这个枝干，看看哪个地方需要再添补的啊，这边再添点。前后枝干啊，互相穿插是吧？
能压的顺啊，不能压的顺，顺了就赶快破啊。然后就是这个，你看见没有？从这么走绕过来，完了这个地方又接一个枝儿，你不能这画一个枝，画一个枝干这么拐那么拐，跟绳子似的了，一定是有两块啊，这样它在前，这个在后，前面的稍深一点，后边的稍稍淡一点，是吧？就可以了啊。哪嘎衔接不当的地方呢？这会儿再处理啊。你像这个地方，啊，有的地方。下边粗，中间细，这样的就可以加宽一点，是吧？这都是正常情况下啊，咱画的可能，你看再粗点，是吧？这块白的一定要留住啊，一会儿再上的颜色就更好看了啊。怎么长的都有啊，它这一会儿有叶，有的花茬叶子还给它盖上，是吧？或者盖上啊。这一块呢，大家先我看啊，我再点点树干、树板。好了，大家休息一会儿啊，休息一会儿啊。这个斑不能少了啊，是忘了不行，一定得添。啊，多点少点可以，但是必须有啊，必须有。啊，要不你不出去跑啊？你不出去吧，你不知道谁的性格，谁的生活习惯，啊？什么？火锅啊，吃火锅快点，不能吃那鸡都没了。矫情出去不行啊，你。你要不人家姐姐不愿意，不愿意，你或者你脾气。完了，初一又感冒了，又咳嗽，哎呀，我真没是。问题。一会儿怕了。出门玩儿打火，一定得什么，一定得找脾气对脾气的，生活习惯不一样，太矫情的你没法整。血压高了，脸上拿那药，给那个小导游给折腾够呛。下次你还跟他出去？不出去，不出去，快出去。我跟别人出去，不跟他出去。他跟我说上相呢，我可不能去。完又不会照相，我光给拍照，又不能那个，还得帮他顶装拉整，完了事儿还贼多了，你嘴还欠，你干自己的了，你也得管着你。
孩子没来呀？今天在家呢。自己在家呢。大家要勾的话，先把两个鸟用铅笔打上线儿啊，先把两个鸟的外形要是画的话，先把两个外形勾一下也可以啊。对，干笔再往顺一顺啊，脑门这块儿、下巴这块儿加重一点。最忌讳咱这上下一个颜色就不行啊，要深一点，然后虚下来。
一孙子吧。这块呢有一个浅浅的一条线就可以了啊。这个尾巴深，后边这个浅啊，这个实，后边虚啊，这就可以了啊。这块的树要浅，啊，如果这块的树干要深的话，和一和鸟就相似了，就不好看了啊。好了，现在我你们开始讲了啊。画几片叶子先，啊，因为那个柿子长得不是全在露在外边，有的露了一半，靠叶子挡的，有的是全露着的，所以画画呢不能。让它单一，要求变化啊，让它求变化啊。条藤黄，太青蓝或者花青啊。藤黄、太青蓝啊，这个柿子的叶子比牡丹的叶子稍大一点啊，它那个形状还不是三叉九顶，它是一片一片的那么叶子，但画的时候让它有疏有密。来点墨啊，墨不够了。笔根稍稍淡一点啊，有点黄头。然后调点墨。调匀。墨绿啊，墨绿色，来点墨啊，画几片叶子先啊，在哪干画比较合适？看看啊，哪个地方枝干处理的不好看，用叶子给它挡上啊。其实这块都挺好看，都挺好。
先画那么几片叶子啊，完了开始画柿子，一会儿叶子再补。这块加一点，这么水啊，画柿子调颜色，藤黄、朱标、大红。藤黄、朱标、大红。用画牡丹的去头笔，大家看啊，我调色开始啊。笔根儿有藤黄，然后调上什么朱砂。调上朱砂，一定要调匀它啊！调匀它，让它有渐变的过程。然后刮一刮，看水多不多，水太多了，阴了也不好啊。然后笔尖儿蘸一点大红就行了啊，不要蘸太多，有那么一点就行了啊。这样这个渐变过程，你看这三个颜色的黄、朱标、大红这三个颜色调匀了以后啊，就比较协调了。我把叶子碟子拿一边去啊。现在适当的就可以添什么，就在这嘎滴的，你看我滴的了，滴的了，就在这嘎画一个也行。我画个这样的吧，哎，这样来，这样来，对，然后底端啊，底端用笔尖儿啊，侧锋，出来一个。这个不要管，这个地方是它那个大柿子那个屉，一会儿搞那个叶子，画点小小屉叶就行了啊，先不管它了啊。一笔一个啊，这高光流出来的啊。尽量给它组成品字形啊，品字形，看看怎么组合啊，因为画一个一个样，画一个样啊，那么再给它来一个这样的吧。
在这个树叶底啊，在这个树叶后边啊，这一个啊，这个里面可以加一个。漏一点点啊。漏一点点，在枝干后边。不要画圆了啊！太小了，这个哈，穿出里块儿去，这就大了，啊，这就大了，这都是在那边也长，这边也长啊，这个小不小？这个。这边画完了啊，再画一个正的。正的不好看点，还是这么画。沿着这个扁圆定啊，哎，这样就行了。看那边这么画，
然后紧接着在底下这块上面大，下边小一点。如果上面小，下边就大一点。完事了，一圈，上面先不动它我先。是大柿子非常喜庆。搁点赭石，把它这个五瓣儿。写意画看着很粗，但是呢，画的有灵动画出灵感工笔是描一点一点一层层描勾上叶金，别出声。
适当的勾出外边一点点也可以，但是别都出来，都出来就不好看了啊。嗯。一定要得有变化啊，叶子也得有变化，什么样的叶子都有啊，什么形状的。这几片叶子画的不太成功，这块。哎呀，我看这因为太长了，我先一步步、局部画，画完了这边再考虑上面的啊。
收出一半来。哪个地方布叶子啊？一定要考虑清楚这块儿。咸一点。这玩意儿放一个，看不见了吗？站起来看看啊，别画的，别画蛇添足就行啊，让它留白的留白，疏密得当啊。这画宽了啊，这窄点好了啊，再窄点好了啊，上面再搁点汁儿啊。上面要搁一个柿子。先把柿子位置给它占了。
机器的挡我脑袋，我都，就这么着。歪歪身子不得劲儿，哎呀！好了，两个柿子摞起来这样的。穿插起来啊，让它。这个就不能下来了，下来顶脑袋了啊。
在狮子后边，缺一下。后边虚啊，不管他了。没有平行的，没有雷同的就可以了啊。再整体看一遍啊，上边不能太顶了，顶太不好看了。
去看后边也行。稍干一干，一不齐的地方给它再补一遍吧，啊，有些葱笔的地方看着印儿的。是的，啊，这样就可以了啊，时间也差不多了，我得抓紧勾一勾业绩就完事了啊。潇洒的勾啊，别拘谨。这就不用勾了，这个，大家也很累啊，2个小时。
看来咱们这个网课呀，这个月就8堂课，差不多了。下个月恐怕没有了，因为学校现在有点情况啊，有点情况了啊。下个月再报不太好，不好整啊。这个月咱们能多学点，各位啊，尤其远道的、近道的好办。稍微冲染一下树皮啊，就完活了啊。用咱们鼻息里的水也行，加点这个花青，不是加点那个烟，这个赭石也行啊，不加也行，还是差不多就行。这个，树八流子啊，所以了啊，这个地方好了，大家从头到尾从上面看一下，完了我停款的看看，停款的看啊。一定要大胆落笔，完了一点点的收拾它啊。以后下个月能不能上网课，我也不知道了啊。反正现在是到4月末就结束。
事事如意啊！我预祝我们这些老话友啊、老学员啊，事事如意啊！盖上闲章，盖个压脚章就完事儿了啊。因为太长，在这个镜头里看不到全的啊。虚的，虚的，虚的，这个章里是其乐无穷。